就居然有中国留学生到台湾念书，然后变成诈骗集团的车手这种事情哈。就是我首先说一下哈，就我提醒所有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到一个有法治的国家，譬如说台湾，譬如说加拿大，譬如说美国，譬如说欧洲这些发达国家，你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尊重当地法律。可能台湾人觉得我说这句话太搞笑了，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强调尊重当地法律这件事情？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是犯法的，然后 AKA 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犯法，就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就是领导的想法，也就是说它没有法治。法律就是一纸条文，真正你做什么事情犯不犯法，取决于领导。中国人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知道法律是要被尊重的。一条写下来的这个条文，这个条文上说你这样做就是犯法，那真的那样做就是犯法。中国人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其实我现在想，就是我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加拿大的时候，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个东西，culture shock 里面关于法律的 culture shock 是最严重的，就对我个人而言，其他都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法律的 culture shock 是最严重的。无论你中国人是个善良的人，还是个不善良的人，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就是这种无视法律，这个在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都通用。都通用，就这个不是说我们中国人不善良很坏，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领导的想法就是法律的一个国家，所以说我们会无视所有纸面上的规则，因为那个东西你明白吗？就是你没有意义，就领导说你犯法，没有那一条文你也犯法，领导说你不犯法，有那一条文也不犯法，所以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他就一直生活在一个无视法律的状态下面。他不管这个东西明面上犯不犯法，我只要知道决定我命运的那个人喜不喜欢我，或者叫不叫喜不喜欢，就是我只要知道决定我命运的那个人会不会把我当成犯法就 OK。对，就说谁管我，知道吧？就比如说，就是领导支持我，这个事情犯法我也没事；领导不支持我，这个事情合法我也有事。哦，所以说一切就看领导，所以中国人很会看人的脸色。对吧？他很会看领导高不高兴，看领导支不支持你做这件事情，就是一切都跟着领导走，一切都跟着上面那个人走。上面的那个人往哪走，你就跟着往哪走；上面那个人停，你就停；上面那个人退，你就退。一切都跟着上面那个人走。然后至于这个法条怎么写，这个是怎么样的，那个跟我们无关，我们不 care，我们不管，跟我们无关。然后就是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的时候，就是那一种。就这种东西吧，就虽然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那种压力和痛苦，但是当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发现说，就是原来纸面上写的东西都是要去遵守的，然后那个一开始的时候给我带来很大的一种束缚感和痛苦感，对，然后。我是到很后来，我才意识到说，原来那个意思就是说，法律没有写违法的，你就自由了。就是那个才是真正的安全和安定，就是在你感到那一种安全和安定之前，你作为中国人，你首先感到的是非常痛苦和被束缚的感觉，因为你在中国的时候呢，你只需要讨好某个人啊，讨好某个人，但是你在外国，你要遵守实质性的法律。啊，那个规则是存在的，而且你必须 respect 它，就是你必须尊敬它。你不尊敬它，你会出事。就是所有中国人，就是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你们真的一定要记得这件事。而且你相信我，当你适应了这套规则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比就是一切都绕着某个人走，他要快你会快乐得多，你会安全得多，你会幸福得多。然后那个东西不是束缚你的，纸面上的规则其实很少，那然后纸面上写着违法以外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不违法的，你都是安全的，就那个会给你很大很大的安全感。但是你要度过那个阶段，就是那是你的这个整个的你的人生的行为规则重塑的一个阶段，那个很痛苦，但是你熬过来就好了。但是，就是当你刚出来的时候，你会无意识的以为。
你还在中国，本能的你会无视掉那些纸面上的规则。就这个我也不能说我很怪中国人，因为我从那个阶段走过来，我知道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十几二十年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所有纸面上的规则全部无视，我们就是这样活过来的。我也不能说很责备这些中国人，但是你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会尊重纸面上的规则，一定要尊重它，然后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的话，来推测的话，就是这位中国留学生就是一个他延续了在中国无视所有纸面上法规，只要讨好某个人就 OK 的这种方式，结果跑到台湾当诈骗集团车手了。给你们放一下这个影片哈。对方怎么找到你，还是你怎么找到对方的？是闲鱼那边找我。闲鱼是？就是大陆那边的那个软件。他找到我，他怎么找到你？用什么方式？闲鱼是什么软件？就是卖东西的软件。警方询问后，暂时将这名取货人列为关系人。取货的娄姓女子从大陆来台念书，供称在闲鱼，也就是二手交易拍卖的 APP， 收到有人要以每次100人民币当酬劳。没想到才刚领完就被警察找上门，到底是不是不知情的车手，还是真的打工赚外快？警方还要查。iPhone 16开卖后，在苹果101直营店频频传出诈骗案件，目前受理的两大类。一个是被害人手机收到领货简讯，但自己明明没有订货，就在取货时间到直营店告诉店员自己被盗刷了，店员不愿透露个资，因此要被害人自己报警，目前101店一共有3人受害。另外一种就是店员主动察觉异状，取货人不是一次领太多只，就是说不清楚领货资讯，店员报警至少有3次，后续由警方协助退货。以我在中国生活的感觉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应该知道这一个闲鱼的这个所谓打工的是有问题的，他知道对方是做诈骗的，他知道对方有问题，但是他认为这没关系，就是违反台湾法律没关系。哦，我觉得这种情况比较多，就是他未必像他自己所声称的一样那么单纯，就是说他就是去打个工，别人说你去取一只手机，给你100块钱人民币，那然后他以为就是一个单纯的打工，这里面不涉及违法犯罪啊。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几率不高，就是中国人没有那么单纯，好吧？就是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大的人没有那么单纯的以为说你不涉及到任何违法犯罪，然后你去拿一只 iPhone 手机取货，你就能赚100块钱人民币。中国人也没有那么傻，好吧？啊，就是你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大，你这个钱这么好赚，你真的不会怀疑那个是诈骗团伙或者是有问题吗？我觉得这个中国女生应该知道她有问题，但是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纸面上的法律都不是法律，领导的想法才是法律。那这个中国女生很有可能认为说呢，这种诈骗团伙她一定是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的，他们上面一定有人啊，这个一定可以，上面都收买好了，这个她都是没有问题的，她没有不会，就是她认为她本人不会去被法律所制裁到啊，就是她不尊重这个法律啊，她应该知道自己违法了，但是她不尊重台湾的法律。那事实上他们不只是不尊重台湾的法律，就是中国人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对，就是要不然就是像我一样，你要经历过很痛苦的一段时间啊，用当地的法规规范你的行为，那要不然就是你还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啊，无视所有法律，那你就会遭到制裁啊，你就会遭到后果，那当然这是最好的方向，去最善意的去推测是这样子，那比较恶意的推测比较这个阴谋论的推测是说，这些中国留学生来台湾的目的那到底是留学还是协助诈骗？那这个我不知道。好多去日本的中国游客以这个游玩为名入境，实质上却是行这个诈骗团伙的这些行径。这个在日本是有破获多起这样的案件的，就是他是以去进入日本游玩为名义，事实上去从事一些诈骗、偷盗或者是抢劫之类的行为。那你像有中国的犯罪团伙入境马来西亚有中国的犯罪团伙入境新加坡，都是以这个游客入境的名义这些中国在台湾的留学生，因为现在中国人没有办法以游客的名义入境台湾嘛这个没有开嘛，那这些中国所谓的留学生他入境台湾那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
目的和安排，这个就不知道了。那以最善意的角度去揣测呢，那我也觉得这些中国留学生是知法而犯法。哦，他们是知法而犯法，我不相信他们的清白，对不起，我都做不到。作为中国人，我做不到相信他，他真的就以为说这个就是随随便便赚个外快，然后给他100块钱啊、人民币一只手机的这个，这个费用的这个人就没违法，我不相信，对不起。以善意的角度去猜测的话呢，他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正常的到台湾来上学，但是他想赚点外快，然后不尊重台湾的法律，知法而犯法。那就希望台湾的法律公正的对待他。那然后以比较恶意的比较阴谋论的角度去猜测的话，那有没有可能他是像在日本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些情况，就是说他本身其实就是诈骗团伙一员，然后呢他被这个诈骗团伙以留学生的方式安排进入台湾。那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也希望台湾社会警惕吧。然后呢最近好像台湾在供应吧这个国有器官这个关于中国活摘器官的这个罪恶的影片。那然后这个有486街头全民调这个节目做了一些专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我这边呢就是给大家放一段就是有一位中配的女儿她在现场的这个说法哈。哎，我想说为什么在台湾上映一部片要历经那么多的波折，那肯定这部片一定是触动了中国什么很敏感的神经，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印象最深刻我觉得超级到了，问那个医院说有没有办法做移植，然后就医院居然说等个3-4天就可以做，但我觉得很震惊，就他们的器官很像在超市买卖那种轻易获得的感觉，好像他们的人命很不值钱。台湾还是会很多人会比较轻松，或者台中国没有那么差，会那么好机会怎么看的？因为我妈妈是中配，所以我对于中国的一切非常算是非常的了解吧。那现在要么就是还没有清醒，要么就是想要带着台湾继续沉沦。你要移民去中国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啊，你既然那么想当中国人，你为什么不身体力行的搬去中国？然后再加上现在有些媒体在喂养一些台湾人不健康的资讯，导致了台湾人有这样的错误的认知。比较偏题了，就是说最近有在讨论说中配就是缩短他的入籍年限。我蛮有资格讲这个题的，因为我自己虽然是中配小孩，但是我反对修短中配的年限，因为他们跟一般的外配是用不同的法律嘛，是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他们不用宣誓效忠台湾，那么轻易的取得身份证，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要么你就视同于一般外配，用国籍法嘛，然后废除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样我才觉得合理。为什么蓝白要配合中国去过动法案，然后让中国人来洗人口？他的目的很明显。关于这一段，就是连中配的小孩儿那或者说正是因为他是中配的小孩，他了解中国的情形那然后呢，他很反对修短中配入籍的这个年限嘛。